一起来摸摸我们的好彩蛋。身穿闪亮礼服，展现好心情。白冰冰录制新节目《我爱冰冰秀》，找来了两位重量级主持人沈玉琳和贺一航，首次合体，马上就有火花。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外太空聊到内，从阿里山聊到苏比克湾，外景也有机会哦。今麦高雄在老年哎，啊，我们都跟他好像也都有一点关联。两人渊源可深了，白冰冰是一月高雄观光大使，沈玉琳更不用说。过去常邀请韩国瑜上节目搞笑，甚至要当起代言人。嗯，确定确定，对啊，现在在想比较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好像他们会找黄明志来做歌，然后就唱出高雄的美。这也就是从冰冰姐那边得到了灵感。哎，他来去高雄，然后我走是回归南方。2017年，大马歌手黄明志靠着《飘向北方》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为了行销高雄，沈玉琳打算找来他操刀 MV， 再战饶舌曲风，将取名《回归南方》。哎，干唱也不是办法。制作费的部分呢？这个我不晓得，应该无上限吧？是那个啦，是那个制作公司那边出的啦。对呀，我们就不收任何代言费啦。为了高雄无酬代言，过去沈玉琳每拍 MV 都创下百万点阅率，这回出任六月观光大使，行销花招备受期待。新节目就连新闻龙卷风节目主持人戴立刚以及主播王佑正都到场力挺，期许我爱冰冰秀能像韩流一样人气红不让。现在在台北，那哪里？为什么？记者石威贤、林涵台北报道。